这么大一个，好大一口呀！嗯，太好吃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欢欢。大家好，我是蛋蛋。一下子不知道说啥。就是做视频还是挺有好处的哈，是经常可以有这种免费的东西可以用。就是你做视频有了一定的粉丝量的时候呢，就会有商家寄给我们一些样品，然后我们免费使用。比如说这个就是的，这是一个蒸汽电熨斗，小小的，我给你们看看吧，正好我也还没有用过，然后我来试试。它这个是折叠手柄的，可以180度旋转。还有这个陶瓷釉大面板，它这里是有个水箱，把它打开可以加100毫升的水。这个量杯是它自带的，我已经插上电了，先给它打开。这是我儿子的一件衬衣，好重。我发现这个挂烫机它熨衣服的时候不会流水渍，这里还挺好的，然后熨好的衣服也是干干的。像这件衣服我是把它放在床上熨的，那个床垫就比较软，但是它熨烫的效果非常好。像它这个陶瓷釉大面板也不用担心刮花衣物，蒸汽也比较大。像这种刚从衣柜里拿出来的皱巴巴的衣服也是很轻松的就能把它熨得平平整整，所以还是挺方便的。来看一下对比，这个是没烫的，这个是烫好的，是不是看起来像新衣服一样的？这个是我的衣服，也好皱呀。以前我用的就是那种落地式的挂烫机，就放在那里很占地方，而且也不好收纳。但是这个的话它就很方便了，它这个小巧的机身，就算是你出差旅行然后携带的话也是很方便的，这样收起来你放在哪里都不占地方。好了，做饭时间又到了，先来煮一点粥。这是我今天晚上要炒的菜，那里有一个豆芽，然后这里是昨天剩的一点青椒，等一会儿炒这个土豆丝，还打了两个鸭蛋，等一下拿这个外婆菜来炒它，这个搅了一点蒜末，然后干辣椒、小葱、蒜苗，还有昨天剩的红椒，现在准备炒菜。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嗯，好清淡啊。西饭本来就清淡啊。好吧，我给你卷个饼子吃。好，谢谢。有点烫。妈妈，应该叫春卷哈。这不是春卷，就是卷饼。但是我感觉肯定味道也跟春卷差不多。哎呀，就这样吃吧。这是包还是卷饼？两个手拿着。太好吃了。不吃你就多吃。吃掉了。这饼子多少啊？我觉得还可以啊。做我给你卷吧。就是做太大了，不是少。把它撕成两半。嗯？我说我把这个饼撕成两半太大了。我给你卷起来。这个叫什么来着？外婆菜。哦，外婆菜。来，快把胳膊拿开。可以了，我天，这么多土豆丝，那就直接卷卷好就可以了。还有豆芽，土豆丝，哎呀，这么大一个，好好吃啊，这个饼子。好大一口呀。好吃，好吃，你就慢慢吃。不应该是多吃点吗？就有这一个了。好吧，那你吃吧。我已经吃了两个了，你再吃一个。你吃。没事，你吃。我喝醋。我怕胖。妈妈。那就把它撕成两半吧。好，下次做那个烙的饼子。不做那种软饼。好，这样子弄的上面都是油，吃了一手油。不过很好吃。有油也没关系。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味，人间美味。